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从今天开始，午夜新闻将在央视新址正式播出，我们将在这个全新的演播室里为您解读全球资讯。今天的午夜新闻还将为您带来午夜新闻，首先我们来看刚刚发生的最新消息以及新闻事件的最新进展。五号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旧金山又发生了一起警察枪杀市民的事件，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。正式播出，我们将在这个全新的演播室里为您解读全球资讯。Nee, ik hoor nog niks. Ik hoor nog niks, Erik. Ik heb geen... Hij doet het niet. Hij doet het niet.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的微博、微信和客户端。再会。